日本果冻龙阿夫里拉面终于在多伦多插旗了，位于在 Wood Street 和 Church Street 交界，以清爽清淡的汤头而闻名。先介绍豚骨盐拉面，面是属于细面，以日本产的小麦制作，汤头看似浓郁，但是完全不油腻。叉烧有用炭炉烧过，有阵阵的炭烧味。再介绍这款新路煎面，先将食材搅拌再夹起，再放在这个煎面汁，然后放入口，冻的拉面配上辣汁，为口中的味蕾带来冲击。休息方面，店员推荐这两款。唐扬炸鸡的酱汁是柚子蛋沙律，饺子则是店内制作，表面有一层薄脆，整体来讲属于淡口清爽的拉面。